Dear parents and primary six students, it's lesson time. Shortly after this announcement is made, 3 breakout rooms will be opened. Should you wish to join the science or applied learning program or English program, you may follow the steps on the screen to join the respective breakout rooms. Should you wish to experience the Chinese language class, do remain in this main Zoom room. You may also choose to switch between breakout rooms anytime. As part of our classroom routines, we would once again like to remind you to keep your microphones muted so that everyone is able to enjoy the learning process. We'll see you back in 15 minutes. Okay, 同学们可以听到我的声音吗？ OK， 同学们下午好，欢迎来到我的华文课。我的名字叫赵森，在海星呢，我的学生都叫我赵老师。我相信啊，我是你们的第一个中学老师。今天呢，其实也是我第一次给小学生上课。那今天我们来学习点什么好呢？我觉得，今天我们就来聊天吧。我们就来聊聊音乐，聊聊梦想。当然，因为我是华文老师，我们也会来聊聊华文，好吗？ 说到华语音乐，我们不得不说到一个人是谁呢？他其实是一个特别有才华的人。为什么我会这么说呢？因为他会唱歌，他还会写歌，此外他还会拍电影，钢琴也弹得非常棒。在海星，包括我在内，很多人都是他的粉丝，特别是我的学生，都非常喜欢听他的歌。那么我想问问大家一个问题啊，你们认识他吗？ Yep. 你们知道他的名字是什么吗？我知道有些同学可能会说，老师，哎呀，我好像认识他，但是我记不起他的名字是什么了。没关系，我给你们3个选项，好吗？他的名字是什么呢？他是林俊杰吗？还是周杰伦？或者他是华晨宇？同学们，如果你知道答案的话，可以举起Zoom下面有个 reaction， 举起你的小手，让我知道有多少同学知道他的名字。 哇，很多人举手，我发现越来越多，有些同学可能还要再想一下啊。那这样吧，我请一位同学来回答一下好吗？我请最先举手的一位同学叫做韦俊，是韦俊吗？是的。哦，你好，我看到你的脸了，非常好。韦俊，我想问一下你啊，你知道他叫什么名字吗？我知道。你能告诉我们吗？他叫周杰伦。周杰伦，你确定吗？ 确定，说明你经常有听他的歌吗？有经常有，经常有，平时都会听吗？会，我每天都会听，至少两首他的歌。每天至少会听两首他的歌。那么我现在请你告诉我，你最喜欢他的两首歌曲是什么？最长的电影，还有听妈妈的话。对吗？ 好，你来帮你来唱一首歌吧，你选择。<笑>好的，谢谢韦俊啊，刚开玩笑的。好，谢谢。那么今天我们确实会来听一首周杰伦的歌，不过不是听妈妈的话，也不是最长的电影，是什么歌呢？等一下你们就会知道。不过在听歌的时候啊，我会给你们个任务，这个任务是什么呢？叫做猜歌名。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等一下你们会一边听歌，一边要猜出这首歌的名字。 有些同学会说：“哎，老师，这个太难了，怎么猜得出来？”没关系，我让你们这个题目变得简单一点。我告诉你们一下啊，这首歌的名字啊，其实是一种动物。你们心里有答案了吗 ？OK， 而且是一种很小的动物。可能有人会说：“老师，还是很难，这么多动物怎么猜得出来？”好吧，那么我再让题目变得简单一点，好吗？我告诉你们，这个。 这首歌的名字啊，是接下去5种动物中的其中一种，是猫、松鼠、考拉、蜗牛或者蚂蚁，到底是哪一种呢？好，老师要提醒你们，你们要一边听歌一边猜，特别要提醒你们要仔细看那个歌词，因为答案就藏在歌词里面，好吗？好，如果等下猜到了，我们会在这个 Zoom Call 里面帮你选择一个答案。 好，那接下去就是我们听歌时间了。
该不该割下重重的壳，寻找到底哪里有蓝天。一定要仔细听那些有框起来的词。学着轻轻的风，轻轻的飘，已经的伤都不感觉疼。如果你会唱，可以跟着一起唱。我要一步一步往上爬，直白阳光静静看着他的脸，傻傻的甜又带来的梦想，重重的歌裹着轻轻的仰望。我要一步哇哦，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是吗？你们猜到歌名了吗，同学们？好，接下去我就会启动一个 Zoom 里面的一个调查，看看有多少同学能够猜得出来歌名是什么？是猫吗？是蚂蚁吗？还是松鼠？还是考拉？还是蜗牛？我看到很多同学已经开始参与这个调查了，我在观察，我们再稍微等等，有些同学还可能还在想一下，加油！我希望看到更多同学的参与。还在动啊，我们再等他们五秒钟。好，那现在我就来展示一下。哦，还不少同学还在投票。好，那现在我就要暂停我们的调查，然后来看看你们的答案是什么。OK， 我们看得到有最多的同学选择的是蜗牛，第二是考拉，第三是松鼠。那么答案到底是什么呢？就让我来揭晓一下。这首歌的歌名就叫做跟大多数同学想的一样，就是蜗牛。为什么是蜗牛呢？那我们再看一下歌词好不好。为什么是蜗牛呢？因为我们可以看到这首歌词里面写到，它背着重重的壳，一步一步往上爬。我们都知道在这些动物里面只有蜗牛一种动物有重重的壳。什么叫壳啊？就是背上那个 shell， 对吗？好，所以答案就是蜗牛。好，非常棒，恭喜答对的同学。那么看了歌词啊，还有听了这首歌，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生活中其实我们经常见到，就是经常见到蜗牛，可是刚才歌词中的这个蜗牛有什么样的特点呢？或者听了这首歌它给你一个什么样的感觉呢？要回答这个问题呢，我们不妨再来看一下这首歌的歌词好吗？好，我们看到这首歌的歌中写到，寻找哪里有蓝天，心里有大大的梦想，在最高点乘着叶片往前飞，总有一天我有属于我的天。这个蜗牛背着重重的壳一步一步的往上爬是为了什么？为了追求自己的蓝天，对吗？要寻找自己的蓝天，为了看到蓝天它必须要爬到最高点，因为蜗牛相信只有站得高才能够看得远，才能看到更宽更大的天空，才能欣赏到更好的风景。所以他不停不停地爬，而且相信有一天自己总会实现自己的梦想。同学们，其实你们也许不知道，在周杰伦刚刚开始写歌还没出名的时候，他也有自己的梦想。他每天写歌，把自己的歌唱的歌送出去，送到别人的手里。为什么他这样做呢？因为有一天他希望自己的才华会被发现，然后他就可以成为一个歌手。他特别想成为一个歌手，这说明在蜗牛和周杰伦的心里都有一个梦想，而且属于自己的梦想，而且是遥远的梦想。这也告诉我们同学们，一个人要成功一定要有自己的梦想。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其他的歌词，看这些歌词同时，我希望大家跟我一起来思考一个问题，就是在这首歌里面蜗牛是怎么样实现他的梦想。等一下我会和大家对话一下好吗？
我们先来看这些歌词，歌词写到蜗牛背着重重的壳，一步一步的往上爬，它流过泪和汗，历尽了伤，都不感觉到疼。同学们，我给你们十秒钟时间思考一下，你们想一下蜗牛是怎么样或者靠什么东西来实现自己的梦想的。如果你知道答案，我就请你们举起reaction 中间的这只小手。我看到有同学举手了，我还是叫最先举手的一位同学好吗？一分钟，你在吗？我看到你也举手。在。哦，我看到你了，看到你了。你好，你好，你好，一分，你的华文名叫什么？舒恩。再说一遍。舒恩。舒恩，对吗？哦，舒恩，你好。那么你可以告诉我们，蜗牛是靠什么东西来实现自己的梦想？蜗牛靠努力实现自己的梦想。努力呀、啊，可是我在歌词中找不到努力这个词源，你为什么会说这是一只努力的蜗牛？因为一步一步往上爬，它爬到时候它会流泪和流汗，说明它爬得很辛苦，所以它很努力。哦 OK， 因为它一步一步往上爬的时候会流泪也会流汗，对吗？说明它爬得很辛苦。谢谢你说，你回答得特别棒，我非常同意你的看法。因为作为一只蜗牛，他本来可以躲在一个角落头睡睡觉发发呆，没有人会发现他，更没有人会在意他。但是我们今天看到这只蜗牛并不是这样子，他有自己的梦想，而且为了实现自己的梦想，他背着重重的壳一步一步往上爬，在实现梦想的路上他流过泪也流过汗。有时候蜗牛爬到一半，一个不小心从很高的地方摔了下来，摔到了地上，甚至连壳都摔破了，我相信他一定很痛，他当然会很痛，但是他还是会重新出发。所以我非常同意蒂芙尼的看法，这只蜗牛很努力，而且为了实现自己的梦想他不放弃。那赵老师也想跟你们分享一下，同学们，其实周杰伦也是如此，为了成为一名歌手他也付出了很多很多。我听说他可以一天花12个小时来写歌唱歌，甚至把自己关在一个房间里面不停地写，因为没有时间吃饭，他有一段时间他吃了整整一个月的泡面。但是就算这样子，当他把自己写的歌寄出去给别人的时候，别人还是没有发现他的才华。不过在失败面前他没有放弃，坚持到底，回到家继续不停地修改歌曲，然后再次寄出去，直到他成功。由此可见，为了实现自己的梦想，周杰伦也很努力，也不放弃自己的梦想。同学们，到现在为止我们可以发现，在这首歌里面，蜗牛也好，周杰伦也好，他们有共同的特点是什么呢？我觉得他们的第一个共同特点是他们都有自己的梦想，而且他们为了实现了自己的梦想，他们都很努力，而且他们都坚持到底。那么我们来思考一个问题，你们有没有想过周杰伦写这首歌是写给谁的呢？其实啊，当周杰伦写这首歌的时候啊，周杰伦还很年轻，他根本没有出名，所以他每天写歌，他想写给谁呢？他想写给自己，因为他想成一个歌手，他想自己写歌，然后自己唱那些歌，但是很多人都不欣赏，很多人都不欣赏他的歌，所以他就心情很不好，很难过。有一天，他非常非常难过，他就想，我要写一首歌，我要鼓励一下自己。同时呢，他也想鼓励一下和他一样的还没有成功的年轻人，他希望他们像蜗牛一样，为了实现自己的目标，一步一步的往前进。同学们，我相信你们的小学里面学过一样东西，叫做 metaphor。 其实我们在华文里面也有 metaphor， 我们把它叫做什么东西呢？叫做比喻句。其实在小学时候，我相信你们已经在使用比喻句了。比如说你们在感到心情难过的时候，你们可能会说，我的眼泪像什么，像断了线的珍珠一样流了下来，对吗？当你们感到着急的时候，你们会说，我着急的像什么，像热锅上的蚂蚁。这首歌里面周杰伦也用到了比喻，他把自己比作一只努力的蜗牛。那么同学们，在中学里面我们还会继续学习比喻句，那么到时候呢，我们会欣赏到更多的歌曲，好吗？同学们，我们已经来到了我们的这节课的尾声，那么在最后赵老师有些话想要跟你们讲。赵老师想说，其实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梦想，都应该有自己的梦想，但是不管那个梦想有多么遥远，我们都不应该停下我们的脚步，就像蜗牛，就像周杰伦。那么同学们，你们的梦想是什么呢？来海星是你的梦想吗？如果是，赵老师想说谢谢你，如果是，赵老师想说欢迎你们。好，那么今天我们的课就上到这里，希望下次我们在海星的校园里面能够再见面。当我们见面的时候，请你告诉我，哎，赵老师，我还记得你，我上过你的课。好，再见同学们。Parents and Primary 6 students, we hope that you have managed to pick up some new knowledge from the lesson you had just attended. Class has ended, and we seek your patience as we wait for our participants to return to the main Zoom room. If you wish to participate in another lesson, we invite you to join us again tomorrow. Allison, the audience is waiting. Allison, she must be very engrossed into the lesson. Anyway, next we have our student counselors sharing with you on the leadership programs that Haixing offers, our very own unique LLP, Student Leadership Programs.